这个富罗那呢，哦，听到释迦牟尼佛对呢厄难的开示啊，那全部呢都是最上圣佛法。那十大弟子之中啊，富罗那是说法第一，哦，最会说法。那竟然呢、啊、对这一层道理啊，哎，完全都哦不知道，所以他内心呢、啊、感到很震撼。那么释迦牟尼佛对厄难的哦那个开示啊，全部呢哦都是第一义谛，就是呢啊我们呐、啊、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啊，因为哦它没有名也没有相，哦没有名相啊，所以哦在呢这个啊之前呢、啊、我们有研究过啊。哦，两次的释迦牟尼佛哈、哦，那个真心哦，问这个厄难说：“使你流转呐、啊，心目为旧，五经啊、哦、问汝哦，这个为悉尼目啊，今何所在？”各位浅浅，我们的哦心在哪里？然后第二次呢？哦，说汝目可见呐、啊，以何为心？有没有？稍微回忆一下，哦，我们之前呐、啊、都有这个研究过。那么，厄难的回答，哎，他就讲说在身内，哦，那佛说不是，在身外，我也说不是。然后啊，哦，潜在眼根，我也说不是。然后啊，昏明暗。我也说不是，哦，然后则水有，我也说不是，哦，然后在中间，我也说不是，然后呢，哦，乃无着，一切都无着，我也说不是。所以啊，我们哦听那个哦厄难的回答，全部呢都在名跟相哦里面啊打转，所以佛都加以排斥，哦破斥掉，说不对，都不是这样。然后啊，哦，后来啊，佛就啊，这个开示说呢，我们的哎那个真心佛性啊，是无所不在，哦，充在整个啊，哦，宇宙虚空，啊，没有名啊，没有相，啊，所以我们呢，对这个哦佛性本体啊，哦，没有名，没有相，一定要了解。那我们之前呢、啊，叫我们说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哎，就已经呢把我们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整个轮廓哦都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修道呢对这个一定要哦透彻了解。那或许呢就讲说哦虚空呢哦只有一个，那这一个虚空啊，我们了解说我们佛性啊哦是充塞啊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整个虚空啊，都是真心佛性，啊，它没有名，也没有相，没有名相，哦，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啊、我们的本来，就是没有名，也没有相，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哦，现在啊，把这一个虚空，把它划分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那么在十方之中呢，哦，又有非常多的万象、万事。那么所有的哦事跟物，都有一个名称。那我们哈、哦、就住在哦名称之中，把这一些呀、啊、都当成是实在的，然后我们就加以应对，喜欢的想拥有，不喜欢的排斥。那这样呢，我们就业因形成，然后接受果报，绵延不绝啊，没完没了。哎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要回到没有名、没有相那个哈、哦、一体之中。啊，所以富罗那呢，哦，他听到哦，个开示啊，这个哦这么殊胜的哦一个佛法，啊，竟然哎他都一点啊都不知道。所以啊，哦，引起哦那个啊富罗那的问题，哦，他已经呢、啊，哎，这个感觉到说，哎，里面啊，哦，佛
所开示的里面啊，哎，有哦那个问题啊没有哦讲清楚的，哎，他就讲说，既然我们的佛性啊清净本来，为什么会生啊产生啊三德大地哦知有为相，哦这个是富罗那里哦第一个问的，哦既然是清净本来。为什么会产生呢？哦，三恶大地啊，只有为所有哦，凡尘这一些啊，我们在凡尘做事的这一些事，啊、所以也有道亲讲啊，哎，我们佛性不是哦啊，这个染污即不得嘛，对不对？有没有印象？哦，这个怀让禅师啊所讲的染污即不得啊，哦，修正啊即不无。啊，所以呢，道天就问：哎，啊，既然我们佛性哦是清净本来，好、哦，那为什么我们啊在凡尘啊都一直在受苦？各位浅浅，为什么？因为我们啊，哦，这个累世哦，就是六道轮回太久，然后呢，造的啊这个业因呐、啊，哦也太多，哦，啊形成啊我们习惯性。那习惯性哦，佛性里面啊没有，最明显的哦就是贪嗔痴慢疑呀、啊。我们佛性没有这个东西呀、啊，可是现在啊，各位浅浅，我们有没有？哎，贪嗔痴慢疑啊，我们都具备了，对不对？所以修啊，修正即不悟，就是要把这一些哦修掉，让他又哦也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了，那没有就回到清净本来，好、哦，这样了解吗？可是呢，佛对哈、哦、佛性的随缘之用，以及哈、哦、那个啊哦体用合在一起的哦，全部啊都没有讲，哦，那我们呢刚好啊就讲到哦这一段。所以啊，各位都在讲哦，不是七十五了，应该是说哦，七十六还是七十七，对不对？好、哦。对呀、啊，因为呢，或者是想说哈、哦，我们稍微的哈、哦，从啊哈、哦、那个整个大的哈、哦、这个啊方向目标啊了解，所以我们哦这个研究过的啊哦就是啊佛性本体。然后呢，富罗那哦，再接着问的佛要讲的，就是啊佛性的功能作用，哎，就是哦用，哎，然后在后面呢，它又有那个合起来哦体跟用，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哦，富罗那呢所问的跟我们凡尘的生活啊比较接近，那佛所讲的哈、哦，它是讲真理原则，哦。那我们要了解说它的差别啊到底是在哪里，哎、啊、所以呢或许就讲说，哎，我们可以哦稍微从哦七十五然后呢哦看下来哦，就会哦整个大概啊会比较透彻哦，了解整个轮廓。所以啊这边哦就是因为啊富罗那里怀疑啊哦，说既然已经哦，这个清净本然的，那为什么哦会有这个三恶大地啊，知有为相哦这个产生，哎，然后啊这个哦知佛哦这个如来何时啊哦当初啊三恶大地，就是说哦既然啊我们佛性清净本然都会产生三恶大地，那佛他修正了以后。会不会啊一样啊又产生三恶大地，哎啊，所以哦佛就回答，哎，我们看呢这个七十五页啊，这边呢就刚好佛在回答说呢，又如金矿呢哦杂以精金呐、啊、哦，其金一存更不成长，就是啊金矿哦那个金呐、啊、在矿石里面，那石头是不值钱呐、啊，金呐、啊、哦是值钱，而、哦、我们提炼呢就是把金哦提炼出来。那么提炼哦，在我们来讲就是修正啦，把那个哦没有价值的那个矿石哦去掉，把金哦把它累积，啊，所以金啊一存了，哦就不会又回到那个矿，
就不会再回去了。哦，又好像呢，木啊，把它烧成灰，那烧成灰以后啊，不重为木了。所以各位前辈，我们就不用怕哦。啊，我这世人啊，修为行为啊，哦，就不用怕。为什么？因为啊，哦，我们已经有修，有修了以后啊，你有到达那个状态，那个状态都在，在我们现闻之中。哦啊，所以好像哦，那个木已经经过火烧，就变成灰了。哦，所以啊，我们要炼性如灰，对不对？什么意思啊？没有火气啊。各位有没有火气啊？哎，人家一讲我们不对，我们生不生气？生气哈，火大了。哎啊，所以灰哈就没有火气啊。哎啊，所以哦，炼性啊，哦，如灰就已经呢，像灰一样哦，没有火气了。哎，都人家怎么样的哈、哦？那个啊，哦，那个嘲讽，啊，那个人笑，啊，那个人骂，都没气。可以有没有这个功夫啊？还没有哈、哦，哎，还真的要练，练一练哦，让他那骂都没受气。所以哦，假如说了哦，有人在骂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去听那个内容，他在骂什么哈、哦？内容不要管，我们就看那个骂的人的嘴脸，看他的话哦，就不会听他的话，啊，不会听他的话就不会受影响，对不对？啊，就不会生气嘛哈、哦。然后看那个骂的人那个哦那个形象，我们会感觉怎么样？很有意思哈、哦，哎，这个提升呢很有作用，所以哦，我就讲，知佛如来呢，哦，菩提涅槃亦复如是，修正呢到哈、哦、那个菩提涅槃呐、啊，也是一样，不会再退回去呀、啊，哎，所以各位就不用哦，哦，烦恼说啊，我老修不行，不要那哦，不用哦，怕那个，只要累积下来呢，哦，都在心文里面。那么富隆那又如问言呐、啊，哦，地随佛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哦，这个富隆那问啊，这个地随佛风呢，哦，就是啊，哎，他都性不相许呐，他们的性啊，哎，就是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会啊，周遍法界？哦，像那个本性圆融，周遍法界啊，是佛讲的。哦，佛讲呢，说地水火风啊，他们本性圆融，周遍整个法界，充塞整个虚空。哦，然后富罗那呢，就怀疑啊，那个水火之性啊，哦，他们呢不能够相处啊，会互相凌灭。好像我们凡尘啊，这个火烧房子啊，要怎么样？用水来扑灭，对不对？哎啊，就两个哈、哦，就互相对待，那个是相，形象。了解吗？相，然后呢？这边佛是讲性，性跟相一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哈、啊、所以佛是讲性，富罗那呢是住在相，哦，那么又增虚空啊，集之大地啊，俱遍法界，哦，不合相容，哦，说虚空呢跟大地，哦，就俱遍整个法界，可是啊，那个富罗那讲说呢，哦，这个啊。哎，迄未下啦，因到底未下哦，所以他们不和哦，不相容哦，啊，所以啊，佛就跟富罗那讲说，譬如虚空啊，体会情相而不具彼呀，知相发挥哦，这个虚空啊，虚空的体呀、啊、没有相哦，情呢、啊、就是很多了哦，体会情相不是有相，而不具彼呀，知相发挥。所以各位浅显，这个、哦、佛用比喻的，那实际在讲呢，这个虚空哦，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我们佛性本体啊，就是真空。那么真空啊，它本来都没有形象，可是哦，所有形象呢，要哦发挥呢，我们佛性都不会拒绝。哦，山河大地啊，万象万事哦，要出来的话，我们佛性都不会拒绝。这样了解吗？哎，因为哈、哦，各位前辈，这个相啊，显现在凡尘的时间都很短，最长呢都不过百年了、啊。那百年哈、哦，在性来讲，
哦，在这个佛性本体来讲，都是一刹那，刹那之间的。那我们看的哈、哦、那个相啊，都比较久，哦，因为我们呢身体也是形象，那身体也是假的。那么所以得合哦，又呢解说哦，护罗那比太虚空啊，哦，入照则明哦，这个讲哦，那个太虚空就是呢我们那个哦如来藏哦，那个呢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太虚空。哦，然后呢，随着日啊，哦，一照则明，有光明；然后云顿啊，哦，则暗，哦，那个云啊，哦，累积很多呢，顿呢就是积聚啊，积聚很多呢，啊就暗了，哦，所以有明暗。那太虚空呢，体啊，它没有明暗，可是可以随缘，哦，随着日照的明缘，随着云顿的暗缘，哦，就现明暗相。那么风摇啊则动哦，聚成呢则清哦，所以啊我们呢哦佛性本体呀、啊，哎可以随着哦风的摇动哦，风摇则动，然后聚呀、啊、哦聚成啊则清哦，那个聚成啊聚就是哦那个大雨啊哦，这个把那个天空的那个灰尘啊都把它带到地上来了。哦啊、所以太虚空呢，那个虚空啊，哦，整个都很清啊，哎，所以下雨以后啊，我们看呢，哦，那个天空哦，特别的哦，那个清哦，明亮。那么气泥啊，则走哦，那个气泥的话哦，就走。那么土积呢，哦，成埋哦，那个土啊，哦，一累积啊，哦，就成埋。那么水成啊，成硬。哎，这个呢就有哦，那个七个随缘哦，明暗呢哦，动清浊埋硬哦，有七个缘随缘，这个讲哦，佛性啊随缘之用哦，可以随着明缘，随着暗缘哦，随着动，随着清，然后就问啊哦，那个护罗那说于云何如数十方哦，这一些啊不一样的情形。哦，知有为相，为因彼生。哦，是因为因缘所产生的吗？哦，因缘所产生呢，就落入因缘。为复空有，只要说是空有，就落入自然。那我们的佛性哦，不落入因缘，也不落入自然，不失于因缘，也不失于自然。哎啊，所以呢，不是哦因彼生，也不是空有。哦，那么底下呢就讲，哦，若彼所生呐、啊，哦，假如说是一年所产生的，护罗那，且日照的时候啊，哦，既是日明，日照啊，哦，这个太阳一照啊，整个啊，哦，这个日啊就光明，十方世界啊同为日色，哦，这个十方世界啊，哦，一样呢都是啊太阳的，哎，那个照的，哦，那个光明的，哦，那个形象。那么云和空中呢更见言之、哦、为什么在、哦、空体之中、啊、又看到一个、哦、远远的太阳、哦、既然是、啊、整个都是日明的话，那么应该、啊、整个空体、啊、都是光明。若是空明、哦、假如说呢、哦、是空体的光明，那么空体、啊、空应自然、哦，应该呢它时时刻刻啊、都是光明。那么云和中宵呢、哦、一怒之时啊不生光耀、哦、空明啊，这个空体都是、哦、光明，那么应该都时时刻刻啊都是光明。那为什么、哦、半夜啊、哦、一怒的时候啊、哦、是半夜或是一怒、哦、为什么不生光耀、哦、就是啊没有那个、啊、太阳光。那么当知是明，就是要了解这个光明啊，非日非空，不定呢死于太阳，也不定啊死于虚空，不死于空体哦。可是啊底下又讲不异啊空日哦，因为啊哦假如说哦这个太阳以外全部都是空哦，那假如说呢哦这个没有哦太阳的话就没有光明。啊、所以哦，它非日非空，可是啊，不异呀、啊，哦，空日，这个就是讲两边的啦，随缘之用。
这样了解吗？它不是，可是它也是。我们大概哦，最会搞迷糊的就是这个哦，这两边的一个观点。它不食于哦太阳，也不食于哦空体，可是呢，它也不离开太阳，也不离开空体，不急呀、啊，不离。我们之前有讲，对不对？哦，不急就是不住，它、啊、不离也一样还在，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呢做这个比喻呀、啊，哦，就是让我们了解那个随缘之用啊，哦，它用的宽广，所以底下就讲。哦，观相缘妄无可止成呐、啊！哦，观相都是假的啦。哦，缘就是本来，本来就是假的妄。哦，无可止成，因为它变化无常。哦，不能把它指点它是什么。那么有咬空华呢？哦，结为空果，就是啊，我们看到空中的花，然后啊，一直等待啊，空中的花结果。各位浅浅，空中的花会不会结果？空中的花本来就是假的嘛，哈、哦，啊，假的怎么会结果呢？哎啊，所以哦，那个观相全部都是假的，哎啊，佛做比喻啊，好像我们看到空中花，等待它的结果，哦，啊，所以就跟富罗那讲，云何崛起呀、啊，相邻灭矣，哦，为什么你在哦问啊，哦？那个啊，他们的这个互相的这个邻昧，那么观性啊，哦，圆真微妙绝明，所以哦，我们把这哦这四句啊，观相圆妄无可止成，观性圆真微妙绝明，哦，这个一定呢要透彻了解，相是妄，性是真，哦啊，所以相妄啊，我们了解，只要落入形象，都是假的，都会变化。可是呢，他的性啊一回来哦，就回到如来藏。那么如来藏呢，跟阿难开示啊，那个是空如来藏。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缘之用啊，是不空如来藏。然后呢，我们把体跟用合起来啊，就叫空不空如来藏。想了解吗？会很深吗？正在失守了、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性是真，哦，它是为妙觉明，哦，这个妙觉妙明，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它是连贯下来，哦，妙觉明心呐、啊，哦，先非随佛，云何互问呐、啊，不相容者，哦，那个妙觉明心呐、啊，哦，它先非随佛。他呢不是哦随佛哦，可是呢都一样啊，可以显现随佛，这样了解吗？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啊，哦是真空，可以啊生花万有，万有都从佛性生花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生花的万象都是随缘之用，随缘之用，知道吗？哎，我们凡尘哦，很多啊，我们应对进退啊，很多都是佛性的随缘之用。可是我们啊，修道就是要追求不变之体哦，不变之体啊，一定要了解。而不变之体啊，没有名也没有相，是哦，实矣啊，不可思议。哦，那之前呢、啊，我们不是有说过吗？要体会啊，不可思议啊！就是说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各位浅浅，什么状态？真的就不可思议啦、啊！都讲不出来啊！哦，要讲是什么都不对了，这样了解吗？没有名，没有相，可是哦，那个寥寥分明。不不，那个就是、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空如来藏，就是真谛。然后这边随缘之用、啊哦、是俗谛，凡俗啊，哦、俗谛就是假谛、啊、假的、哦、佛性是真的，现象是假的。
然后呢，我们把真假合起来叫中道。那个中道空不空，如来藏啊，实以中道。我们呢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运用，能够了解到真理啊，我们用出来，就会刚好，恰到好处。所以，佛就讲，真妙觉明啊，亦复如是。这个真妙觉明呢，也是这个样子。以提呢，那个观性圆真的本体来讲，说如以空明啊，则有空现。用空明呢，空间的光明，则有空间的显现。那么地水火风啊，各个花明啊，则各个现。所有的地水火风呢，各个把它发明，都有各个呈现。那么呈现呢，那个是随缘之用，呈现呢是现象。所以我们了解啊，本体啊，它呢可以现出啊，各种相。若具发明啊，则有具现。我们全部呢都把它发明出来。地水火风全部呢，都在，就具现起。全部都具备呈现。那么云何具现？底下呢佛就这个解说说，富罗那如一水中啊，好像呢这个水中现里啊日影太阳的那个影像在水里面。那么两人啊同观水中之日，两个人啊同时来观呢这个水中的太阳。那么东西啊各显，这两个人呢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个人呢走个人的路，则各有路啊随二人去啊。各位有没有试验过，两个当时看那水底的日头啊，你走东我走西，走东嘛一个日头带去，走西嘛一个日头带去啊，日头一粒嘛两粒啊，两个现现都两个在走，一人都带一粒吧，安尼是一粒吗？两粒？我们还蛮固执的。所以这个婉转希望假的啦。既然两个人看有两个，一百个人来看呢，就有一百个，一百个太阳。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一东一西啊先无整的，不应难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啊，各日既双，已经呢两个看到的能量了，那么云何现一，为什么是一？所以婉转虚妄无可凭据啊，拢假，无可凭据。富罗那如以色空呢相亲相夺以如来藏，而如来藏呢随为色空啊周遍法界。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藏就是含藏。那在这边我们要知道说含藏是含藏三德大地万象万事，可是我们呢各位浅显，我们进入六道轮回的如来藏那个藏啊是含藏我们善恶种子，这样了解吗？他的意思啦，就是在我们比较亲近的方面来讲，说如来藏，那个时候含藏我们有在凡尘行善，有作恶，所以善恶的种子啊，都含藏在我们的佛性呢那个本体之中。可是呢，这边佛在讲的如来藏，它是含藏三德大地，含藏万象万事，是不是不一样？那个呢，文字是一样，里面的内容呢不同啊，所以这个佛就跟富罗那讲说呢，我们用色跟空色就是形象，然后空呢空间相亲相夺以如来藏。而如来藏呢，随为色空啊，它会随缘之用，它周遍整个法界。因为这个周遍整个法界啊，事故于中啊，轰动呢空城，入明啊云暗，众生呢迷闷，被觉合成，故发尘劳有世间相。
我们呢都被觉跟自己的佛性啊相违背，跟凡尘啊相合，哦，所以各位前者，我们最大的哈，哦，问题就是在这里呀，啊，哦，被觉合成，那我们要转过来，哦，被尘合觉，把凡尘哈，哦，放到背后了，被尘不要管它了，凡尘事都是假的，变化无常，哦，一直在变化，不要投入凡尘事。哦，不要着迷在凡尘事，哦，那我们呐，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呐，啊，哎，我们时时刻刻呢，哎，都把它呢，哦，这个呈现呐，啊，在我们眼前，哎，时时刻刻啊都觉，哦，这样呢就已经呢，哦，回到佛的本位。那因为我们是被觉合成，所以才有尘劳，凡尘啊，是不是劳劳碌碌？劳不劳碌啊？哇，真无用吼，做未了呢，完成事做得完吗？哦，再怎么做都做不完吼，哦。那我们导师也蛮有意思的，你一直努力的做，做不完，你不想做也没事做了，对不对？嘿，你都很懒惰吼，哦，都不动，也没事做了，哦。所以佛就讲，我以妙明啊，不生不灭，何如来藏？哦，所以用妙明，妙是不变之体啊，明是随缘之用，也就是我们佛性的哦体用啊，所以用呢哦体用啊，不生不灭，合如来藏已经呢合了，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哦，如来藏呢就是妙觉明，哦，妙觉妙明，圆照法界，哦，圆照的整个啊虚空。是故一中呢，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呀，啊。哦，一本呢善于万殊，万殊还是归一本啦，啊。所以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呀，啊，没有数目。哦，然后小中现大呢，大中现小。哦，小中会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不动道场，这个道场哦，就是佛性的场所啦。哦，是整个虚空。哦，就是佛性的场，哦，我们佛性的场所，哦，所以不动道场，然后遍呢十方界，哦，整个十方呢，哦，都遍满，身含十方无尽虚空，我们的身啊，哎，就是那个法性身，哦，含着呢十方无尽的虚空，以一毛端呐，啊，哦，现呐，啊，宝王刹，一毛端哦，就是正报的最小，我们一个毛孔啦，啊。哦，然后现宝王刹呢，就是依报的最大，哦，那个啊，王刹就是一个哦，一个国土，一个国王所管辖的国土，是不是很大？啊，一毛端啊，可以现啊一个国土，是不是啊？那个小可以容大，对不对？哇，然后作为城里啊，转大法人，为城哦。是我们依报的最小，然后转大法人啊，是我们正报的最大，有没有搞迷糊啊？正报哦，就是身心呐，啊，依报哦，就是环境啊，啊，你有看清楚不？正报哦，我们呐，啊，有正报，就是我们的身心，依报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这样了解吗？哎，然后呢，我们呢，正报的最小啊，就是一个毛孔，哦，然后依报的最小啊，就是一粒微尘，哦，然后正报的哦最大就是身体，转大法的呢，啊，就是一个身体，哦，然后啊，哦，依报的最大就是宝王刹，一个哦国王所管辖的国土，那么灭尘啊，何绝？已经把凡尘都灭了，跟觉性啊合在一起，故发真如，哦，所以发出来的都是真如，都是真，一真一切真，一如啊一切如，哦，真如妙觉啊明现，这样了解吗？哦啊，因为啊这个小的字啊，哦，就是在大的字已经解说了，所以呢就不再讲。要不要讲啊？啊？
不用了哈、哦。哎，那我们就讲哦，这个翻过来，哦，翻过来呢，这个小的字这边呢、啊，哦，最底下有讲，哦，这个妙觉明性啊，哦，无世间相者，哦，亦无从呢收起，以此恶法呢辗转来，哦，变化，哦，乃有三如来藏的现象，哎，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哦，那个不是哦，说我们的佛性啊有这三个，而是它我们把它哦分析的详细一点，哦容易了解，这样了解吗？那么底下呢就讲，而如来藏呢，哦本妙啊圆心，哦本妙本来哦它就呢哦很妙。哦，圆心，哦，然后啊，底下就讲，哦，灰心、灰空、灰地、灰水、灰风、灰火、灰眼、灰耳、鼻、舌、身、意、灰色、声、香、味、触、法、灰眼世界乃至啊，灰意世界。所以哦，那个乃至呢，就是把中间的哦，把它省略掉了。哦，因为假如说不省略的话。哦，它还有灰哦，耳世界哦，这样一直啊，哦，鼻世界、舌世界哦，音世界、意世界哦，这样就是不省略了，是不是啊？要多很多文字，嘿，爱省略呢，一个开头言，一个最后啊意，还能了解意思不？哦，就把那个整个啊，哦，都哦这个讲出来。然后啊，灰明无明，哦，灰无明尽，如是乃至啊，灰老灰死，灰老死尽，这个是讲哦十二因缘。那么中间呢，哦，它有还有哦这个十个，各位都还记得吗？哦，是蛮长的哈、哦，无明眼行眼视，哦，眼名色眼六路眼触受。哦，然后爱取有生老死，有印象吗？哎，所以哦，这边呢，就是我们如来藏哦，不落入啊哦那个啊这个四大，也不落入六根，也不落入六尘，也不落入六识。也不落入呢，哦，十二因缘，哦，然后灰这个灰苦灰集呀、啊，灰灭灰道，也不落入呢四地法，灰智灰德，哦，这边呢也不落入啊菩萨法，哦，那个灰檀呐、啊、就是布施，施柔就是持戒，毗梨耶呢就是精进，忏体啊就是忍辱，哦，灰禅呐、啊，哎，我们一般也都用禅呐、啊。灰波次罗就是波若，灰波罗蜜多哦，波罗蜜，如是乃至啊，灰达达阿姐，达达阿姐呢哦，就是如来，灰阿罗河应够哦，三耶三菩啊哦正这个正知正觉，灰大涅槃，灰常灰乐灰我灰净，所以一切皆灰了，全部呢都不是，嘿，所以我们刚才在讲啊。哦，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啊，只要落入名、落入相，都不是，就是这里呀、啊。还有了解不？哦，他讲啊就详细了。哦，不是四大，所以有风土，然后不是六根，不是六尘，不是六识，不是十二因缘，哦，不是四地法，不是菩萨法，不是佛法，连佛法都不是哦，哦。所以啊，连那个佛的果位啊，藏得我尽也不是哦，是不是啊？很超然，有一点啊了解不？所以有哦，被尘合觉而发真如啊，妙觉明现。哎，所以我们一定要哦，被尘凡尘呢，都把它放到背后。所以吼、哦，往后啊，遇到凡尘事吼、哦，苦恼，都爱知呀，讲这拢假啦，都是假的。
当你面对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真，可是你经过了以后啊，再来回顾啊，啊，原来是假的，不真，变化无常。你认为很理想的，不见得是理想啊，你认为很糟糕，也不见得是糟糕了。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凡尘事啊，就是尘垢，凡尘的污垢。不要太投入了，太投入的话哦，我们六道轮回啊，绵绵不绝。这样了解吗？哦，一定要背尘合举，把凡尘啊放到背后。凡尘是啊，过眼啊，云烟，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再回来了，啊，都是假的。哦，啊，我们不要落入呢凡尘世的得失，一落入凡尘世的得失啊，那我们修道就困难。那全部把凡尘世放到背后，哦，修起道来啊，就非常快乐，时时刻刻呢都在天堂，没有烦恼。我们烦恼从哪里来啊？从凡尘世来，对不对？为了凡尘世烦恼，对不对？是不是假的？哎，都是假的啦，不真。哦，我们一口气不来啊，才知道说，哦，真的凡尘世是假的。我们就要当作是已经啊，一口气不来了。总有那么一天啊，对不对？哎，都会遇到一口气不来。哦啊，不要到那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都是假的，俺都上班了啦。哦，咱都要事先知道。哦，世间都知道凡尘事都是假的，不真。哎，他不要投入，投入一定会后悔。哦，那我们呢，把真心佛性啊，那个觉时时刻刻啊都保持清醒。哦，所以呢，我们背尘啊就和觉，能够呢发真如妙觉明现，可以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哦，整个呢啊发挥出来。那么尘哦渐变而觉哦渐合，那么也有三个阶段哦，尘呐、啊、哦渐渐的放到背后，然后那个觉性呐、啊、哦啊渐渐的哦跟我们已经相合了。那么吃合如来藏本妙圆心，这个本者啊，指众生未动念以前而言哦，我们呢本哦本来呀、啊。哎，都有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心。那么彼时其心呐、啊，哦，圆满太虚，无欠呐、啊，无余，哦，不缺欠呐、啊，也没有剩下，无欠无余，心外呢无一法可得。我们心之外啊，没有一法可得。所谓的哦，本然清净。那么以此之故啊，哦，那个两次真心呐、啊。次次皆灰、哦、皆本此而说、哦、这个俗汝流转、啊、心目为旧，五经问汝为心理目、啊、今何所在。然后第二次汝、啊、目可见、啊、以何为心，就是两次的真心、哦、那 佛对阿难的回答都加以、哦、这个破斥，说不对不对不对，只要你有名，只要有相，都不对。这样了解了吗？哎，我们掌握到大的原则，知道他是怎么样哦来哦看待啊这个事情。那我们哦从这个哦角度切入，就了解说哦，要先呢了解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啊接着来了解啊佛性的随缘之用。哦，本体了解了，用也了解了，然后呢，提用合在一起，哦，就是中道。哎啊，所以哦，我们了解这个清净本然，哦，那个啊，全部呢都没有名，也没有相。那么此中所非之法，由非心呢，是非异世界啊，哦，这个就是讲哦，非世间的凡夫法。那么自从哦，那个名无名跟老死尽啊。这个就是远觉法，然后哦，自非苦之道啊，这个叫声闻法。那么自非智啊，一直到波罗蜜多呢，
这个叫菩萨法。那么从那个达达阿姐啊，一直到非我非境啊，这个就是佛法哦。所以啊，我们了解全部呢都非都不是哦。檀那呢，我们中文叫布施，施罗叫持戒，忏提呢叫忍辱，毗利耶叫精进，禅那呢我们叫正定，波次多呢我们叫般若没有智慧，波罗蜜多呢我们称为到彼岸。达达阿姐啊，我们翻成中文叫如来，阿罗河呢叫应供，应该供养三爷三菩啊，叫做正遍知，正知遍知。大涅槃我们叫灭度，或是叫圆局即不生灭那个意识这个呢，以上所讲的就离开有，只要有名有相都不对，都要离开。所以啊，以是即非，全部都不是是出是故，那个是出呢，就是出世间，那么是故啊，就是我们凡尘世间，即如来藏全部即非啊，不管是出世间还是我们世间，全部呢都是如来藏，圆明啊心妙。所以前面啊是本妙圆心，对不对？这个讲体，然后啊这边圆明心妙啊是讲用，一个体啊一个用所以妙那个不变之体，明随缘之用，不看出来不？有没有？所以啊，本妙圆心那个讲体，圆明心妙讲用。那么讲用就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世界啊。如是乃至即意世界，即名无名，名无名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施罗，即毗梨耶，即忏提，即禅那，即波次罗，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呢达达解即阿罗河三爷三菩即大涅盘，即常即乐即我即见跟前面啊全部非，这边呢全部是，看出来不全部非讲体，全部是讲用，知道吗？如来藏本无非相以破众生啊有执故我们众生呢都是有执，说世出世间啊即非，众生呢不解如来说的义理，即为如来藏即非一切相，不知呢一切相啊即如来藏所有的相都是如来藏故此复说即如来藏，以破呢前非，此节呢重在啊妙智，即心啊成相，不相而相，故曰呢圆明心妙，此一切心非从一切相而有，即非其一相，增得一心，犹如呢世间持一有，必生一空阿难呢于增心之后曰：吾乃无心啊，故有十方显见，陀陀是见啊，即本此而说这个以上呢就是离空边离开空不是说全部不是的。那么以是即举啊，是痴是故即如来藏，妙明啊圆心，离即离非，是即非即，这个就是体用啊，把它合并，就叫中道。了解不？妙不变之体，明随缘之用，妙明心源，我们心的本源，心的本来就是妙明然后离己啊，离灰这个是跟灰全部离，然后是即非即啊全部离又不对了要全部是又不对，
啊，所以两个啊，加起来刚好在中道。如来藏本无极相，以破众生呢空执啊，哦，这个破有执、破空执都不要哦，不要执啦，执有执空都不对。说世之世间呐、啊，即局。那么众生不解如来哦说的这个真理所在哦，护卫啊如来藏寂寂啊一切相，不知如来藏妙明心眼，离寂离灰四寂灰起，哦都全部呢把它融合。那么此节重于言哦，言就是本来如来藏哦，原本之体呀、啊，本无寂相，亦无灰相。哦，没有吉相，也没有灰相，哦，不吉两边，哦，两边都不对，故曰呢，离吉离灰，而又不离于两边，故曰啊，是吉灰吉。哦，此复由妙明心呐、啊，即一切相，而有此原本之体，即由强两边而显出啊，哦，这个中道，哎，所以这边呢就讲中道。哦，如世间法既有两边啊，必有中道。若众生呢，除去两边，当下歇心，哎，把心啊都歇休息了，复本心也，恢复啊到本来心的哦那个圆满哦，这个圆含整个虚空哦，复本心也，不着于己哦，佛不用是己非己之说。有两次呢，真心呐、啊，心不可得，故成呢，寂灰如来藏。由十方显见呐、啊，哦，无灰是见，故成哦，聚集如来藏。由四颗哦，五蕴六路十二尺十八界七大所有宏图空见识，非因缘非自然哦，故成哦，离集呀、啊，离灰是集灰集如来藏。如是三如来藏皆随众生而演，而如来藏本无言说、哦、本来都没有言说，莫谓呢如来藏本有此三义、哦、我们不要称如来藏本来有这个三义，那个是要我们了解、哦、才把它呢、哦、这个产生了、啊、这个名、哦、这个让我们呢知道啊它的哦体它的用以及呢体用合在一起的中道哦，所以以上啊这个显这个中道。那么如何哦世间啊三有众生，这个三有就是三界啦，有哦就是有因有果，哎称为有。那佛菩萨已经没有因没有果哈、哦，哎就不在三有里面，不在三界里面。哦，所以三有，哦，三有的众生，三界的众生，即出世间呐、啊，声闻缘觉，哦，那个四谛法，哦，苦集灭道呢，就是声闻；十二因缘呐、啊，哦，就是缘觉，声闻缘觉，以所知心呐、啊，哦，彻度如来无上菩提，用四语言，哦，入佛之见，哦，这个佛在讲，哦，不可能啦、啊，哎，无法度。哦，利比。那么，譬如哦，琴瑟啊，哦，空佛琵琶，虽有妙音呐、啊，若无妙旨啊，终不能发。哦，那个乐器呀、啊，哎，可以哦，一弹奏出来非常好听，可是要有人会弹，对不对？他都肯定拢袂响诶，一只钢琴好，安尼摆咧真好看，啊，无人会响弹，好诶，曲都走袂出来，对不？哎，所以哦，哦，一定要有那个会的人。那么如一哦，众生呢亦复如是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富罗那讲说，汝跟众生呢也是这个样子，宝觉真心呐、啊，个个圆满哦。我们呐、啊、那个觉真的是宝哦，宝觉真心哦，不假，都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宝觉真心。我们每一个呢，个个都圆满，都有哦，都圆满哦。然后底下呢，佛就讲：如我暗指啊，海印花光，汝占己心啊，尘劳先起。哎，这个哦，跟富罗那讲说哦，你这个起心动念啊，哎，都是尘劳。
都凡尘劳劳碌碌啊，犹不勤求啊无上绝道哦，爱恋小圣啊，得少为主哦，就是啊不勤求哦那个无上的哦绝道哦，爱恋小圣啊哦，得少为主。那么如来常心，非有相，非无相，哦，非亦有亦无，非非亦有非无，离四句啊，结百非，哦，不可心思啊，不可言意，哦，允何汝等以所知心呐、啊，测度如来无上的绝道？绝道呢，即如来常心。那么凡夫以一切有相哦为所知。那二圣啊，哦，就是声闻缘觉啊，以一切空相为所知，所以有相空相呢，哎，都没有进入啊，哦，那个真理世界。以有所知啊，即有能知，哦，有能熟。那么凡所测度啊，皆不离两边，哦，虽测度如来无上的菩提，亦成非相，哦，或成即相。哦，所以临朵啊不相容，哎，这样呢没办法哦进入啊佛的哎那一种领域。那么如来知见呐、啊，哦圆融无碍，一知啊一切知，一见啊一切见，无前无后，无思量分别，哦故能如此。哎，所以我们了解要哦修到这个样子，圆融无碍。那么世间语言只可表示啊世间相，不能入佛之见，哦无了相啊之智，哎，我们了解说那个了相，把所有相哎都了了，哦不住在相里面了，哎没有那个智慧。那么譬如哦这个琴瑟虽有妙音呐、啊，若无妙旨终不能发，众生不能呢入佛。哦，入佛法圆融无碍之境啊，哦，非境界不能圆融，乃众生呢，哦，无妙智也，哦，就是缺少啊妙智。汝等宝觉真心啊，个个圆满，哦，与我、啊、无异，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哦没有两样。那么如我之举动啊，无不是佛事。假若哦按一指啊，海印三昧中啊。亦能发生光明，而汝等之作为啊，无不是生死因，哦，全部啊都是生死因。妄心呢，哦，暂即则尘劳矣，哦，先起。更何况呢，思量作为啊，哦，此何故也？由爱念小圣，得少为主，不发大心呐、啊，哦，勤求佛道，哦，这个呢是佛呢跟富罗那讲。那么富罗那言，我以如来宝觉圆明真妙净心无二圆满，而我习招啊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得圣圣犹未究竟，世真之妄一切圆昧，独妙真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啊何因有妄自蔽啊，哦，妙明受此轮逆，哦，我们自己啊蒙蔽啊，哦，妙明，哎，妙不变之体，明随缘之用，我们自己蒙蔽啊体跟用，然后受到呢六道轮回，哦，沉溺在苦海。那么觉而哦称宝者，言觉之珍贵，哦，觉遍啊十方，故曰圆明。那么此句重在圆明先，哦，心之大用，远离啊两边，哦，尘衣呢不杂，哦，曰呢真妙境。那么此句重在呢境，哦，显心之妙体呀、啊，哦，不以知尘呐、啊，哦，相互相为伍。那么心则哦兼体用而也，如此妙心呐、啊，我与如来共秉。与如来一样不分上下，故曰呢无二圆满、哦、没有两样、哦、都一样的。那么此从本来而言，非富罗那现在之心、啊、以如来之心、啊、无二圆满，这个是讲本来。那么无始妄想即根本无明，
无明啊，无始，没有开始，故曰呢无始妄想。那么久在轮回哦，无有初期呀、啊，哦，没有出轮回的时候，那么今性啊，逢佛得成呢小小圣的圣果哦，已经呢啊有一点成就，但只证呢哦偏真呐、啊，哦偏的那个真呐、啊，哦偏在一边，未能呢满证哦，故曰呢犹未究竟，还没有到究竟。以修正啊未究竟故，所以不能呢知妄想之因有。那么世尊公言果满，知妄呢言灭，独入啊真常，妄想之始末呢悉以啊阅历，哦定知啊定能知其啊妄想之本因，是以感问如来一切的众生呢何因有妄。为以哦明三德大帝啊，从妄想起，而妄想又不知因何而起，哦，必觉哦这个必觉心之妙明，哦蒙蔽啊我们觉心的妙明，受生死之能力，哦，那么佛告呢富罗那，汝虽迟疑呀、啊，疑后啊未尽，吾以世间呢现前之事啊。今复问汝，你如岂不闻啊？是若城中眼若达多啊，忽以晨朝以镜照面啊，爱镜中头，那个镜子里面的头啊，哦，他很喜欢，眉目可见。那嗔则己头啊，不见面目，哦，他在呢生气啊，自己的头哦看不到面目，以为啊痴魅。哦，那个山妖水怪魑魅魍魉无状的狂走，哦，没有原因、啊、哦，就发狂了。欲云何？此人何因呢？无故啊狂走。那富罗那就回答说：世人心狂啊，更无他故。哦，没有别的原因呢、啊，就是他心狂。那么已经知道了三德大帝啊，无状夫身。结名为救之意，哦，故曰啊，迟矣。不知妄之所因呐、啊，疑根呢未断，哦，故曰啊，疑后未尽。阎罗达多呢，哦，是一个人的名字，哎，这个这一个人呐、啊，大家呢都认识，哎，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啊，大家都哦认识那个阎罗达多。那么尽啊，哦，就比喻能生。无明的分别心，哦，分别心啊之见，几头比喻啊，哦，自心佛不见面目啊，比喻自心佛智慧啊光明未发，还没有哈、哦、发挥出来。那痴魅者啊，哦，三者之怪，哦，比喻啊这个众生无状的狂走，哦，比喻啊无故啊起妄想。哦，以此问呢，满慈，满慈就是富罗那。哦，那么答曰：世人心狂啊，更无他故。哦，佛呢欲取呀、啊，自己能够哦那个显悟，无故而狂，狂歇呀、啊、即心，狂外呀、啊、哦无心，哎那个狂也是心呐、啊，哦所以狂外无心。那么心起呀、啊、即狂，正狂之时啊。心意不失，狂歇之时啊，心意不得，哦，何因之由哉？哦，没有原因呐、啊。那么佛就说：妙觉明远，本源明妙，哦，既称为妄啊，允何有因？若有所因呐、啊，允何明妄？自知妄想辗转相因，从迷啊积迷，以利啊成觉。虽佛发明啊，犹不能返。如是迷因啊，因迷自有；是迷无因，妄无所依。尚无有生呢，亦何为灭？得菩提者啊，如悟实人，说梦中事，心呢终静哦，心呢啊终然精明。欲何因缘啊，起梦中悟？况复无因啊，本无所有。哦，本来就没有。
那么觉啊，哦，非真妄哦，觉它没有真也没有妄，而不离矣啊，真妄。哎，所以我们了解哦，哎，我们的觉不真不妄，可是呢，不离矣真妄哦，故曰啊，妙觉哦，以能觉真妄，可以觉真，就可以觉妄，故曰圆明。那么此即标心体哦，标出呢心之体。那么心体本具啊，这圆明能遍照呢不思议啊，这妙境，故曰本圆明妙。那么此句选心之用哦，所以体用。那么不是啊，心之本体妄生分别，故曰妄想哦，又名呢无明，哎，就是我们呢不知不觉无明。若有所因啊，即有根本，允何而名妄哉？哦，如此反复啊，显明妄无所因。然之妄呢，虽无因，以不了无因故啊，妄以为实有，即以无因之因啊，哦，辗转相因，不了无因呢，名之烟迷，因因成果，果复为因，故曰呢，愁迷啊，积迷，因因果果哦。经历啊，尘沙之劫无有了期呀、啊！哦，再怎么久呢？哎，都呢没有办法哦了断。虽佛发明啊，本来无生之理，由执迷而不能返妄呢？哦，归真，以此迷因啊，因迷而有求迷因者啊，哦，是越求越迷呀、啊。虽哦，若是迷本无因，则妄呢无所依呀、啊。哦，如佛离心，哦，那个心啊，就是能够生佛的哎那个木材，尚无有妄可生，亦何而为灭哉？哦，妄本来就没有，哎，要怎么样去灭它？如误识人说梦中事，梦中呢非真有事，哦，如知佛非真有妄可理，那么向如来求妄想之因啊。哦，如像呢，误识人求梦中物，任尔心之精明，亦何因缘呢？起梦中之物哉？哦，梦中之事啊，因梦而有，有因之事啊，尚不能取，况乎妄本无因，本无所有，哦，本来就没有。如彼城中呢，哦，眼若达多。其有因缘啊，自怖啊，哦，自己恐怖啊，哦啊，头哦，这个面目啊不见，然后呢，一直啊出去找，忽然狂歇啊，头灰外等，哦，他狂歇的时候啊，啊，原来头还在，哦，纵未歇狂，亦何遗失？纵然他的狂还在，也没有遗失掉啊。富罗那妄性如是啊，因何为在？哦。眼若达多之无因而狂，哦，由我们众生之无故而迷，哦，没有原因呐、啊，都加迷。哦，正狂之时啊，头本不失；狂歇之时啊，头亦无德。以无德无失故啊，无因而狂也。众生迷的时候啊，心本不失；悟的时候，心亦不得。无因而妄啊，妄性如是。因何为在哉？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妄啊本来就没有因呐、啊，无缘无果。哦，汝但呢不随分别，所以各位前人，这个就讲哦，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非常快的哎那个哈、哦、啊时间呐、啊、到达佛地啊，就是哈、哦、不随分别啦，这四个字哦，哇。你只要不随分别哈、哦，他就很快到佛地了。那不随分别什么呢？世间业果跟众生哦，不随这个世间的分别，不随业果的分别，不随众生的分别哦，不随分别。难道这三种相续呀、啊？哦，这个世间业果众生啊，三种都会啊，一直绵延不绝，延续下来。那么三缘呐、啊，哦，断故啊，三因不生，哦，三缘呐、啊，哦，这个世间业果众生三缘啊断了，那么三因呢、啊、就不生，则汝心中啊眼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
哦，狂性啊一些的哦，就已经到达菩提。甚见明心啊，本作法界，不从人得啦。哦，不是为我靠得到的，是咱家的本心有的。何惧七劳啊，恳请修正，不要呢劳筋苦骨的来修啦，只要你知道了，哎，就到达目的了。那么欲究竟圣果者，哦，要到达哦佛的果位啊，无需呢向外啊哦持求妄因，汝但于世间业果众生呢哦三种境上啊不随分别，随分别者啊哦即七世啊哦随现分别心，世间呢指一切万物而言，于世间分别美丑哦，则啊起道心。那么业果哦，指自心而言，自己的身呐、啊，自身而言，一业果分别苦乐，则起隐心。众生呢，指一切有情而言，一众生分别人我，则起杀心。哦，是名嫉妒分别为六道之声音。若无此分别啊，则六道之三音不生。哦，三言之根断。则汝心中啊六世狂心歇，则了三界的生死，哦，就已经啊不落入三界。那么于世间业果众生啊三种境上不随分别者，于世间呢不作世间想，于业果啊不作业果想，于众生呢不作众生想，无世间无业果无众生，是名啊不随分别。哦，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要随着分别，哦，这个心一静啊不起分别，即啊哦不相染熏，哦熏染，哎，已经呢不熏染，以不熏染故啊，九哦则九法界之三因啊哦不生，三因呢哦不生即三缘啊不相续，哦，各位浅浅，这个九法界知道吗？除了佛以外，应该是十个法界了哈。然后我们佛把它辞掉以后，菩萨哦，然后呢，辟支佛、阿罗汉，然后还有六道哦，三三道、三二道，是不是九法界？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九法界啊，这个三因已经不生了哦，这三缘啊不相续，则汝心中哦，这个七世啊狂心歇，歇则呢？哦，世出世间呐、啊，两种生死间哦，皆了。哦，这个我们了解哈、哦，这个世间呢，就是分段生死；出世间呐、啊，就是变异生死。所以两种生死。哦，各位浅显，我们是现在是什么生死？分段，我们现在是分段生死。从生呢到死啊一段，哦分段，哎，然后再来出生再死啊又一段，这样了解吗？分段，然后呢我们修到呢阿罗汉以后啊，哎那个哦已经啊分段生死没有了，不来三界受生，可是他的变异生死啊，变异啊就是念头来了，然后变化又一个念头，那个叫变异。一样呢是生死，可是微细啦，不像我们身体的生死啊那么明显，哦，所以变异生死，哦，那么即证啊，哦，究竟啊菩提，而如哦圣境啊，哦圣明之心，本来周遍法界、啊，不从人得，哦，一定呢是我们自己啊本来哦呈现，即不从哦外来。那么何戒呢劳苦啊修正哉，哦恳庆，那个恳啊就是呢骨间肉，庆呢就是哦那筋肉的连结处啊，哦屈劳恳庆，哦就是说切骨啊就劳苦。那么由此观之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非呢叫人啊削分别心而已，就是把分别心哦让他休息，狂心若歇呀、啊，哦，菩提自得，是为啊正修行，哦，不了正义者啊，
起种种分别心，亦得菩提啊，徒劳辛苦，诚可谓啊，盲修瞎练。哦，所以我们了解一定呢，哦，要正修。那么，譬如有人于智意中啊，细如一珠，不自啊觉知，穷入他方，起时持走，虽时贫穷，知啊哦不成思，忽有智者指示其知，所厌呢从心，自大老夫，方悟神知啊，非从外得。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贫者啊，就是比喻众生；那依呢，就是比喻无明；那个知啊，就是比喻菩提；那么智者呢，就比喻佛；得知者呢，就是比喻啊，我们心啊已经歇息了，哦，歇心的人了。那么即使阿难呢，在大众中啊，顶礼佛子，起立白佛。所以哦，这个富罗那佛。哦、回答富罗那的问题、啊、就是到这个地方。那么接着底下呢，因为、哦、又听到、啊、佛在回答富罗那的问题里面、啊哦、那个因缘、啊、又、哦、非常的明显、啊、讲出来，阿难又产生怀疑了、哦、他要问、哦、所以即使阿难呢在大众中、啊、顶礼佛祖，起立白佛说，世尊现说呢哦，杀道淫业啊，三言断故，三音不生。然后心中达多啊，哦，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得，失则因缘呐，皎然明白。所以哦，因为阿难是从因缘哦修，所以对因缘有非常哦那个喜好，哦，非常喜欢，哦，那云何如来呢？哦，顿弃因缘。哦、我从因缘、啊、心得开悟，世尊此意何独、啊、我等年少有学声闻，今此会中呢大目犍连及舍利佛、悉菩提等从老犯智啊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那么今说菩提、啊、不从因缘，则王舍城及舍利等哦，那个呢，王舍城的吉舍里啊，就是外道。哦，六位啊，哦，印度啊很有名的外道里面的一位。那么所说的自然哦，成第一义，唯垂大悲呢，哈、哦，开花弥漫。哦，这个呢是阿难啊，哦，对佛，哦，拼除啊那个因缘。各位请讲，为什么要拼除因缘？我们要知道原因哦，哦，就是我们的佛性啊，不失于因缘，然后也不失于自然，它是超越呀因缘，超越自然，啊，所以讲因缘讲自然啊，就落入啊变化无常，这样了解吗？哎，啊，所以咱爱怎样，是啊，那无奈拢把因缘自然都拼除掉都不要，就是因为啊要显示啊我们那个佛性的奥妙。那么如来发明三河大地啊，哦，唯因众生的妄想哦无状的呼声，复明啊妄想无因而有，哦，至此啊其问者之疑根啊已经断了。那么阿难呢，或以如来破疑言中啊，哦而复生疑呀、啊，由此一问，不但呢明因缘之根本，亦且不漏啊自然之边界。因缘自然啊，恶计啊排摈，妄言啊断尽啊，妄因不生，则如来密因啊成矣。哦，所以这个阿难这一问啊，对我们帮助就很大。阿难从佛哦，从闻佛法哦，从闻佛说法的因缘而悟道，目犍连呢等哦宣学外道法。那么自知啊，华不究竟，哦，或因起时至啊，哦，在起时的时候，哦，意呢，哦，而说破气，哦，这个威仪啊，详叙，即便问言，汝师何人？由何啊教戒？演说何法？那比丘呢，哦，就回答，
我师呢是甘蔗种，哦，天人之师啊，相好智慧，极以神通，无以等者，没有人跟他平等。哦，我既年幼啊，学道入浅，哦，岂能先说如来妙法？言以所知啊，当为汝说。哦，我怎样？我跟你讲，即说即言，一切之法本因缘生无主。哦，所有的万法呢，都是缘聚则生了，啊，没有主人，哦，没有一个呢主宰，哦，主宰者。若解此法者，则得真实道。哦，所以啊，跟他讲是一个句语。那么舍利弗闻你呀，即以知法，哦，眼尘眼过，哎，就是眼尘离过了，得华眼见，哦，领徒啊，哦，把他的徒弟一起呀，啊，哦，带过来，哦，投这个释迦牟尼佛修，故啊，亦从因缘开悟。佛告阿难，即如城中呢，眼若达多。狂性因缘落得慈昧，则不狂性啊，自然而出，因缘自然啊，理穷于事。所以佛呢讲纲要，说因缘自然都是安内啦。哦，像那个眼若达多啊，他那个狂性的因缘，假如说已经除灭了，那个不狂性呢，自然就出来。哦，所以因缘自然，哦，你研究到穷尽呐，哎，理穷啊。哦，就是研究到尽头了，哦，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因缘自然相待，互相对待而成。哦，如本来不狂，由因缘故而狂。那么此狂性啊，即因缘性。若哦灭此啊，哦其狂而还归矣啊，不狂。哦，此不狂性啊，即自然性。因缘自然的事相啊，虽多。哦，理穷于此，哦，就是只有这样而已。阿难，眼若达多啊，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啊？哦，不投狂种。若自然投，因缘故狂，何不呢？因缘，哦，何不自然啊？因缘故失，本投不失啊，狂哦不啊妄痴。真无变异啊，何借因缘？本狂自然，本有狂不？未狂之际啊，狂何所遣？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为狂走？若悟本头，视之狂走，哦，狂走因缘自然啊，即为细论。哦，所以啊，佛这边呢，又把那个纲要啊，哦，又说。头本自然者啊，这个本来如是啦，哦，非今使然，不是今嘛才安呢，哦，本来就安呢呀，哦，是指头这本体哦来啊，哦，来讲，然指头上的所具之眉目啊，哦来也，本自其然则，哦言如是头啊，自有如是的眉目，哦有这粒头都目白目睭，哦。无然非自者，言其头之前提啊，皆自然，无不自然也，全部都是自然。哦，何因缘哦故不投狂种？哦，此怪问啊之耻。哦，若自然之头以因缘故啊失其眉目，变为狂性，何不自然之头以因缘故啊而失头之本体而成狂也？哦，这个佛是假设了。哦，然其头与眉目呢，皆是自然。眉目啊，既可失，头亦哦应当失。无眉目呢，即非头。哦，没有眉目就不是头了。那么自然之头若失啊，因缘之狂亦成。今自然之头不失，哦，则狂不啊，是无因妄出也。哦。所以那个狂不啊，没有原因哦，妄出哦，这样让我们都能够了解。灰特哦，灰特呢，本头不失，而一切头上之眉目啊，真无变异，都没有变化。有何事呢？而借啊，哦，借乎这个因缘哦，所以不用借因缘。
若云啊，哦，狂怖呢，不从因缘出，本狂自然，如本头自然者，是则本有啊狂怖矣，本来就有那个狂怖。那么狂即本来有，哦，当有在处啊，哦，狂本来就有啊，那个狂一定有地方所在。那么不知道呢，未狂的时候啊，此狂哦潜藏于何处也？这个狂哦啊，密底都一样，密底咱仙姑也都一样。若无哦这个潜狂之手，假如说没有哦躲在我们身上哪个地方，则哦本狂自然啊，何止为平灾？哎，就没有凭据了。若本来不狂，本来就不狂哦，而名自然者，头本无妄啊。哦，何为而狂走哉？那么既有狂走，则不狂自然啊，亦不能成矣。哦，所以佛都会详加呢这个解说。若悟本头，则非因缘；若是狂不妄出啊，则非自然。哦，所以不是因缘，不是自然。若本有狂不，而无哦前狂之手，则又非不因缘。若本无狂怖，而今狂走，则又恢不自然，以是因缘，哦，这个恢不因缘，自然恢不自然，故曰因缘自然啊，即为细论。全部呢，哦，都是细论，哦，没有那个啊实质的义理。哦，若复法合，哦，合法跟法来合的话。则悟本头，即悟自心。是狂不啊，哦，则是无明。因无明妄出，哦，才有狂。那么说，哦，所出为因缘，复说能出为自然。若了能出之自心，以所出之无明，本无二字，则因缘自然呢，岂不具成啊？细论者乎？哦，全部呢啊都是细论。是故我言，哦，释迦牟尼佛说三言断故啊，即菩提心。哦，三言呢就是细论法，哦，故须断的，断即菩提心。非三言外啊，另有菩提心生，亦可知啊，非菩提心外，另有哦三言的可断。三年即菩提，哦，非一年；菩提即三年，非自然，哦，所以三年呢，哦，断故啊，即菩提心。菩提心生，心灭心灭，此但呢，哦，菩提的心生啊，生灭的心灭了，此但生灭，哦，一样是生灭。灭生寂尽啊，无功用道，哦，那个生灭的全部都尽了，没有了，哦，不落入有为了。哦，若有自然，如是则名自然心生，生灭哦心灭，此亦生灭。哦，无生灭则名为自然，犹如世间呢知相杂合成一体者，名和合性啊，非和合则称呢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即呢方名啊无细论法。哦，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哦，落入啊这个啊语言文字啊，哎，都全部变化，那个都是细论，哦啊，全部都去掉了，才真的是菩提。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有生有灭，哦，故曰呢，此但生灭，哦，非不生灭也。若生灭心即菩提心，哦，无菩提心生，无生灭心灭。菩提心啊，即生灭心，是为生灭啊，俱尽无功用道。哦，此真呢不生灭真菩提心。若生灭心外而有自然哦心则，如是则名啊自然的心生，生灭的哦心灭，此亦啊有生有灭，非真啊无生灭。哦，所以我们了解有一点生灭啊，哎，全部都不对。若以无生灭名为自然者，哦，此如世间呢知相杂合啊成一体者，名叫和合性。哦，非和合称本然性，如是和合以本然同为世间法无高下，皆呢细论法，
全部呢都是细论。哦，木石之本然，哦，非真本然，乃对合合而说本然。人生之合合，非真合合，乃对本然而说合合。本然以非本然，合合以非合合。四句啊，句破。哦，故曰本然非然，合合非合。合合性与本然性呢，二性俱离，离性亦离，离合俱非，离尽细论呢，哦，方明呢无细论法。那么无细论法即正法，亦即呢菩提心。众生呢得此啊，即名哦如来密因。知佛正此啊，即名无上涅槃。哦，所以这个呢都详细的交代。哦，没有啊呢含理合理。那么菩提涅槃呐，尚在遥远，非汝律劫呀、啊，哦，心勤修正，虽复一词十方如来十二部经，哦，这个呢，啊，释迦牟尼佛在跟阿难说，这个菩提涅槃呐、啊，也够真远的啦，哦，不是你安尼律劫，哦，就是经过呢非常长的时间来修啊，哦，心勤修正，哦，虽然，哦，那个阿难。哦，一直十方如来十二部经，哦，把佛所讲的呢分成十二个种类，十二部经清净的妙理，哦，如恒而沙呢，执意细论，哦，都没有用了，哦，执意，哦，只有谈论之中呢，哦，是一种细论，汝虽谈说呢，一念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称汝，哦，多闻第一呀、啊，以此积觉，多闻熏习。不能免离呀、啊，摩登劫难，何须待我啊？佛顶神咒哦，摩登劫心呐、啊，云佛顿歇哦，得阿那含，以我华中呢，哦，成精进顶，爱河呢干枯啊，令汝解脱。是故阿难，汝虽历劫啊，亦此如来秘密妙也，不如一日啊修无漏也。Hey, 所以我们了解、哦、知道的多、啊、不如一天实际、啊哦、去行持、哦、远离世间、啊哦、真爱良苦，如摩登伽视为云汝由神作力、啊、消取爱意，法中的精明、啊、性比丘尼、hey, 就是、哦、列入、啊哦、那个僧宝，以罗侯母、啊哦、耶稣陀罗同物啊，哦，是因自利是因啊，贪爱啊为苦，一念心修啊，无漏善故，获得痴缠，或蒙受记啊，如何自欺上流观听？哦，观呢，哦，就是看，听呢就是闻，哦，所以啊，不要留在呢，哦，那个听闻。细论未坚啊，重经成劫哦，断定啊难成。能坚细论啊，何借欺扰？何须历劫，恳请修正。菩提涅槃乃知佛哦，自得断得，明了性理啊，才能哦得到呢如来的因心，如来的因地心，故曰菩提涅槃哦，尚在遥远。必须呢，哦，历劫啊，心勤修正，方到菩提涅槃的果地，哦，非徒说闻而已，哦，这个说跟闻啊，那个没有用了哈、哦，一定要实际啊去做。如汝阿难，虽能忆持，哦，记忆啊，持守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的妙理，如恒河沙数啊，哦之多。但争议啊，细论而已，别无利益。哦，如汝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哦，因而称汝多闻第一，以汝历劫多闻熏哦熏习之功，不能免离呢摩登伽之难。哦，则多闻无功呢，自可知矣。哦，多闻啊啊，没有功力啊。哎，人家你哦，这个暖的阿都去啊。如果多闻有功，何须待我啊？佛顶神咒，令呢摩登伽啊，哦，顿歇隐心，得证呢阿那含果，依我法中呢，哦，成精进顶，
顿令爱河之水呢干枯哦，令汝啊吃离呀、啊、饮服而得解脱。秘密妙言啊，即甚深的哦妙法。无漏业者啊，不以善恶啊之言起分别哦，善呀、啊、亦不爱，恶啊亦不嗔，不作善恶之苦因啊，故不受呢这个嗔爱之苦果。阿难呢历劫多闻，不能啊哦离真爱，正如不如一日啊修无漏业，能离呀、啊、真爱哦罗诃罗。哦，这个呢啊，佛的儿子耶斯陀罗哦，佛的太太，皆呢以出家成道，法会上呢哦，蒙佛授记。那么今之灯节有神作力故啊，消其爱欲，同悟啊，世事啊，历劫受苦哦，那么久的这个时间哦，皆由贪爱哦，所以贪爱呢。啊，是我们人哦六道轮回所难来的哦那个啊习性很强，如是积劫贪爱之人呐、啊，一念心修无漏善，哦上获痴缠正果，如恶难呢哦历劫一此如来秘密妙也，其世因呐、啊、高低呀、啊、天壤不同，汝今不舍哦舍这个声色上流啊哦观听之心呐、啊。是你自欺也，自己呀、啊，哦，欺骗自己。性理呀、啊，哦，既然都明了，必须呢要依性啊起修，知而不行啊，与不知一样平等。哦，所以知呢就要行。那么阿难呢，即知哦，大众啊，闻佛四回，疑惑啊消除，心悟啊实相，心意也清安，得未曾有。哦，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哦，这个阿难呢，一再的哈、哦，要带领啊我们末法众生来修道，所以视线呐、啊、都比较哈、哦、低的这个程度，由二次呢增心十方的辩见，哦，四科七大种种开示的教诲，自此已经知道即妄即真呐、啊，哦，无真无妄，哦。从前哦，一妄一真啊，哦，真妄之后，悉皆悉皆呢消除，心悟啊，离之细论，哦，无相之实相，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啊，就是无相之实相，哦，没有形象的实相，哦，离之呢妄想，哦，离开所有的妄想，哦，如卸重担，故得身意啊清安。如是清安呢，自为众生以来所未曾有，哦，今始得之啊，今嘛就哦才得到。还二十分钟了，各位浅显要发问还是还要再讲个十分钟？有没有人要发问啊？这边有同学在问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心不可得，麻烦你请解释一下。哦，好，因为哈、哦，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这个在生活之中啊，可以说哦，三心呐、啊，非常容易呈现。哦，过去的啊，哎，不管是哦被人家欺负了，或是自己很风光，我们都会哦加以回忆，对不对？然后未来啊，我们都会策划，哦想说未来要做什么。然后呢，现在啊，哎，我们都想把握，把握现在。所以啊，三心呢、啊，全部都哦呈现。那我们要了解哈、哦，哦，各位浅显。这个三心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过去已经过去了，不管你再怎么样哦，去拉哦，都拉不回来。那未来还没到，你再怎么策划哦，哦，都赶不上变化了，所以也不用哦，哎，去策划未来。那现在哦，不住，你说现在哦，它已经要过去了。
哦，现在过去了，现在过去，它不住。那我们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三心啊，全部都没有。那我们就没有四相，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三心自相。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当下在我们眼前啊，就已经圆满呈现。哦，万亿万年前就是这样，亿万年后也是这样，哦，就已经啊呈现，无欠啊无余，它不缺欠，也没有剩余，刚刚好，哦，整个都呈现。那我们假如说有过去心，那过去事啊就会摄受我们；有未来心，未来事啊会摄受我们；有现在心，现在事啊摄受我们。那各位前贤，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就进入六道轮回了。为什么？因为有过去，有未来，哦，有现在，在不在轮回里面？那假如说没有，没有三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三心没有，三世啊，没把人起，要摄受我们哦，摄受不住，哦，摄受我们啊，不住，把人起不掉啦，啊，起不掉吼，哦，咱就免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哦，这个了解说吼，哦，念头啊，我们这个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就是业啦，那我们不要过去，就让它过去了。不管是被人欺负还是很风光，哦，都过去了。那未来不用策划了，那个，哦，身体要，哦，策划未来，你佛性不用，哦，佛性不用策划未来。那现在啊，哎，它又，哦，一直啊，哦哦，绵延不绝，所以没有那个现在，哦，而且要体会，哦，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已经两秒了，对不对？现在又两秒了，对不对？有无？会掉未？未掉啦！啊，所以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就没有三世了。啊，三世都是说我们不住啊，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了，哦，就已经不要了，不要六道轮回，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可是我们都吼，哦，很自然而然想到过去了，哦，然后想到未来，对不对？哎，然后想到现在，啊，说三心都呈现了，这样了解三心了吗？好，哦，知道了哈，哦。还有吗？好，请说。刘老师好。嘿。刚刚刘老师有讲过，跟布罗纳讲说，如果黄金的话，一定要很精准的话，那就不会再有杂质。那我们都是原来佛子，那我们六万年前都在人间，来到人间之后，为什么一个一个就这么愚昧？那应该照理上，他正等正觉的来到人间，应该就不会再起心动念，应该就不会再愚昧。就像黄金金属的，他就不会再有杂质。可是现象界里面，黄金待久了，它表面上还是会受影响，还是要再整理才会有，又回归到原来。好，请坐。因为，哦，我们佛性本体啊，清净本然，哦，本来啦就是非常的，哦，殊胜。可是我们为什么，哦，无因起妄？就是一念，哦，妄生，一念无明就生三系嘛。就是因为这样非常微细的，哦，所以各位要了解说，三河大地的形成啊，就起于我们一念无明。哦，没有一念无明，没有三河大地。那既然没有三河大地啊，我们众生要在哪里生存？就没有众生，没有众生也就没有业果，所以全部都没有。那个是理想状态。可是我们现在，哦，已经落入凡尘，而且六道轮回太久，哦，养成我们习性啊，非常的强。那习性啊，佛性里面，哦，哦，有一些都没有了。哎，或者就讲贪嗔痴慢疑呀，我们佛性里面没有了。可是我们现在啊，各位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本身啊，这个五个字啊，强不强？哦，还真蛮强的哦。
贪嗔痴慢疑呀、啊，都有，哦，都很强，哎，还、啊、要不要去掉啊？哎，就是要去掉，所以修者啊，就是改掉这一些啦。啊，所以那个怀让讲的哈、哦，染污即不得佛性本体，清净本来，哦，他讲得很透彻。你别讲腻哦，腻不掉啦，一本体的本来就好。那修正即不无啊，就是我们哈、哦、已经哦那个习性里面、啊、有这么多的污垢了，有这么多尘垢，所以需要哈、哦。加以哈、哦，我们加以修持啊，所以哈、哦，这个等于哈、哦，佛在讲说，我们修持的时候啊，又好像哦，那个矿啊，已经提炼了，啊，矿一提炼哦，金呐、啊、一存金了以后，它不会再重回矿，哦，好像木一烧了以后，它不会重回木了，啊，所以鼓励我们哈、哦，就是要修正。哦啊、所以修正呢，就是把我们佛性没有的去掉，把佛性本来有的让它恢复回来，这样子而已啦。哎啊、所以、哦、这个用很多的语言来说、哎、就是要我们恢复本来，去掉本来佛性没有的、哦、佛性本来没有就把它去掉，安尼就好啊啦，很简单、哦、做起来就是不容易啦。哦、我们知道是很简单、哦、可是做起来、啊欸、真的、欸、就是要训练自己、哦、对、啊哦、那个、啊、无名无相、哦、那个、哦、如来藏的、欸、那个本体、啊、那个一定要透彻，因为这个一透彻以后、啊欸、那个接着的随缘之用以及、哦、那个中道、欸、我们都能够、哦哎，应付自如，就能够哈、哦，哎，应对的哈、哦，非常的哈、哦，恰到好处，哦，不会偏重。那我们因为哈、哦，都偏重在随缘之用，啊，所以哦，对那个不变之体呀、啊，都缺少哈、哦、认知啦、啊，哦，都对啊，哦，那个啊，没有名也没有相的那个。哦、我们要修最高程度的那个缺少、哦、很坚强的心、啊、那我们要了解说每一个人都有，都是活菩萨，那为什么没有成活菩萨，就是被我们自己障碍了，我们自己、哦、认知、啊、不正确、啊、所以障碍了就不能成活菩萨。那现在把障碍去除掉，就是、哦、负面的这一些念头哈、哦，会影响到我们行为，所以念头一定要先去掉哦，不要它。然后啊，我们佛性所有的，我们一定要勉为其难的去做、去行持，它会习惯的，就像我们习性一样啊，也是哦。开始的时候啊，哎，刚才像讲哦，做茶啦的，你若唔捌做茶啦，头一届哦，哦，皮皮做呢。啊，你若做一届哦，第二届哦。就安尼，安尼头前后边看看无人。过第三届吼，啊，这无提白不拿，白不拿，对不对？习惯了没有？哦，习惯当小偷了。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行善也是一样，哦，行善呢，开始哦，勉为其难的去做，可是你做的哦，会很高兴啊。哎，所以哦，我们了解说，你做了也会习惯，啊，习惯以后，你看哦，那个善跟恶啊，是不是差别很大？哎，你行善的话有福报啊，哦，啊，你做恶一定要接受果报，那个哦受苦啊。可是我们假如说哦想啊、哦、这个成佛的话，哦行善呢就不要记在脑海，要把它抛入虚空，哦它会在我们呢哦那个本体之中啊。已经呢、哦、建立、啊那个哦我们那个、哦、佛性里面的、哦那个德本，所以我们要深植德本，这样了解吗？还有没有？还有十分钟。那个刘讲师啊，这边有问一个问题，说过去在做观音放下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外面突然来的声音吓一跳，请问刘讲师这样正确吗？非常正确，
啊，那无就变无神经诶。所以哈，我们哦，为什么说这个不鼓励呀？哈，我们这个参禅打坐，因为你一参禅打坐了以后，假如说没有哦旁边人家保护，那个突然来的大的声响，我们会吓到。那各位了哦，各位了解哈，我们的佛性，假如说一吓到以后，那个不像身体，很快治疗的，哎，那个会哈。在我们那一种哦幸运里面呢、啊，哦，这个睡梦之中啊，突然你就会人哦惊惊吓的醒，哦就醒过来了，哎，那个都是哦我们那个佛性啊已经受到惊吓，他、啊、也要哦自己治疗了，那治疗的方法也一样哦，就是要认识真理，一切都是假，都是假，因为一切都是假。哦，这一些让我们产生问题的，这一些也是假。这样的话，哦，我们就哦，哎，不会被这一些哦这个框住了，假的嘛，假的，全部都是假，都不真了、啊，哎，这样就很容易哦，哎，度过那个哈、哦、危机。啊，只要时间久一点了，哎，它就会慢慢消失，会恢复到哦我们本来。还有吗？还有七分钟，好，请说。不是要问吗？这个友谊哦，要必问啊，因为哦，有时候啊，我们的认知啊，不一定正确、啊。哎，友谊一问出来了哦，哎，我们才会哦啊了解到更透彻，哦。像啊，这个哦，台北前在问说，哦，那车吼啊，即马哦咧行，啊都吼、哦、有缺水，啊即马车链过身水也喷起来对无？啊水也喷起来，咱多伫边啊，咱会安那，叫水喷着对无？那我们什么心？伊讲我做见实相，这样是见实相吗？哦，所以那个浅显蛮用心的、啊。他说：“若见眼生啊，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那我说啊，你把它用错了，用错哦地方。因为哦，你要了解到那个若见眼生，若见眼生是还没有发生事情，你已经见到了，你已经见到了，有车子，马路上有水。你已经知道说一个水吼、哦，也车搞过也喷起来，你已经赶快都先离开了，那个就叫见若见缘生了。啊，你听好，水喷掉，那个已经因缘际会呈现，对不？因缘际会，有车的因，还有水的缘喷起来，啊，咱去要喷掉，那就要讲修养。修养有的时候开始在里面了，对吧？那有的吼、哦，伊就吼、哦、啊，就啊偏啊摸嘞，哦，就无所谓啦。哎，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就哦，有关于修养一个人的修养。哎，然后我们开车也是要吼、哦，稍微要有修养。哦，你看到有人啊，看到有水，你就要减低哦，适度，让那个水啊不溅起来。哦，不会喷到人，哎，所以也是修养，哎，所以现在呢，哎，或许发现说有一些哈、哦，哎，真的哈、哦，哎，还哦，蛮有那个哈、哦、修养，哎，这个行人哈、哦、在马路上走了，啊，那个车子要过哦，他竟然不按喇叭，哎，慢慢哦跟在他后面去哦走了，我讲哦，这里开车真有修养。他、哦、怕说一按喇叭会吓到前面的人啊，啊你这么会惊到对吧？吼，我们也是有这个经验啊。突然哦，车怎么不知道有车子来啊？吼、哦，会突然吓到，哦，所以哦，那个是关于修养。那我们假如说以哦真理的角度来讲，说你要见眼生，那个是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已经见到了，因为啊，它底下。哦，就讲
肉见衍生啊，即是见法啊，肉见法即是见佛。已经啊，因为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啊，你已经见到那个因缘会产生，然后那个现象会怎么样。所以哦，不要光那个文字里面啊，像我们一般都讲真空妙有，对不对？那真空妙有我们都会讲空中不空真空，然后呢有没有形象妙有。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它不只有这样的意思啦，真空佛性本体，然后妙有啊，有佛性本体生花万象万事三河大地，那个是我们佛性生花的妙有啊，那个会没有形象吗？有啊，所以要了解文字啊是活用的啦，那看我们认知的程度是到哪一个阶段。那假如说我们不很熟悉啊，就要问了以后，我说实相就是无相，无相的实相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啊如如不动，无所不在，那个才是实相。那你说那个最普遍那个车过水溅那个是实相，我说那个虚相假相幻相，那反应啊就关于我们的修养不关实相。还有两分钟，有没有要问的啊？再一个问题，你再讲一次啊，没有听清楚。就是今天早上报纸刊登那个回顾火烧房子那个全家上次。那个发生灾难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凡尘的生活都是要小心呐，我们自己防范不要有那个灾难的发生。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灾难的发生啊，有原因，有近因。会促成那个灾难的形成。那我们要了解说原因呢，我们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可是近因呢，我们就能够加以排解，加以扭转。所以我们在凡尘因为一切我们假如说是从佛性本体生发的来做，那个叫无为。那假如说我们落入有为有为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啊，都是假的啊。可是我们现在都会比较爱名声爱做拢做红看去得到一个名这样就比较已经失掉它原来的那一种我们应该要去这个排解，应该要事先防患的那个事情。所以会发生自己一定有原因的，那我们一定要探讨原因在哪里那以后我们都能够这个怎么样时时刻刻呢都非常的灵敏。还没有到之前呢，尤其我们修道佛性一清了以后还没有到的事情呢，事先呢都会知道，会有那个意知预感那你就可以防范都事情都很容易你就应对的过去。下课了。